咧，呢个封箱杯等等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喺5月1号同埋5月2号朝头早9点去到下午5点都有赛事，免费欢迎咧系参观嘅吓。嗱、啊，星期六啊就系听日啦，咁亦都有咧本地甲组足球联赛咧上演咯。咪一场嘅比赛就系屯门对公民喺呢个屯门邓兆坚球场咧系进行嘅，系开下昼咧系3点，而我哋菠萝暴穷啊，听日。Oh. Miss Chang Chang, come on!